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三场赛事，二班千六大热，系六王旗居。好，你一开闸一定美丽抢住出嚟添啊！外边有加州十大啊，咁啊内栏有两只啦，北极光啦，星运紫雀走咗出嚟添，走咗出嚟先啊！咁啊再见到后边嗰三匹马啦，咁啊分别有呢只骏益善啦、健康快驹啦、内栏包咗六尾咧，白衫嗰只系常聘常用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，接近千二，前面放头嘅马系星运紫雀啊，跟住第二位就一定美丽添，响外边咧就加州十大内栏位置咧，咁啊大约第三、第四位咧，仲有北极光啊，后边嗰三匹马，骏益善就第五位，红眼罩嘅，响外边粉红衫尾子咧就系嗰只健康快驹啦，内栏稍稍过咗佢咧就系嗰只常聘常用嚟噶。转呢个香港体育圆环，前面就星运紫雀放咗出嚟跑，一定美丽啊第二位，北极光第三啊，咁啊俾人顶咗出边系加州十大啊，咁啊再见到马林第五位，红眼罩系骏益善啊，尾二位置粉红衫系健康快驹啦，包咗落尾内栏白衫白帽嗰只咧系常聘常用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个步速都应该唔方快噶啦，星运紫雀仲系占先嘅，一定美丽咬住佢啊，咁啊内栏嗰边有北极光啦，马林红眼罩追咧，仲有骏益善啊。掟出去大外档嗰边咧，仲有加州十大健康快驹嗰啲嘛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前面占先系星运紫雀啊，响内栏偷位上嚟系北极光啊，外边追分别有一定美丽、加州十大、大外栏系健康快驹啊，最后百零米星运紫雀仲系占先嘅，咁啊见到埋边北极光，外边加州十大、大外档仲有一只健康快驹接近终点，中间星运紫雀占先，外边健康快驹、加州十大一齐上嚟接近终点，星运紫雀到啊！跑第二名嘅马就真系好接近啦，外栏位置系健康快驹，应该系第二、第三咧，紫色眼罩都系攞出去嘅，系加州十大啊。至于跑第四名嘅马，埋边系嗰只北极光啊。四号星运紫雀啊，是因走翻出嚟啦，都系继续啊，咪赢翻呢场赛事咯，最后就十倍啊。跑第二名咧就系六号嘅健康快驹巴度啊，第三名二号加州十大田泰安都系出边三只啊，第四先系一号嘅北极光啊，呢位心。中间啊，相隔个差距都半条街啊，咁见到北极光同埋星运紫雀攞一条跑线，摆前面走咪几好咯，星运紫雀。上次啊喺泥地啊少少一匹痒痒啊塞咗啲，今次都几好分喎、啊，有十倍。诶，呢个组合真系。二三名仲系影紧相啊！今日咧踩地踩咁耐，真系有回报。薛恩佢好坚持啊，睇嚟都应该会出边好啲啦。你头先都唔止佢啊，咁啊巴道啊、田泰安都走晒出去。系睇完以场咧，咁你如果你后场买咗电信飞弹咧，就依家都放心啲啦。嗯，咁有冇抱怨啊？应该啊。究竟买唔买得跟埋呢只噶？咁呢只赔率就最好啲啦，因为电信飞弹系三点几倍嘅啫。第二名影紧相，不过嗰巨额位置就实有噶啦，冇错，都系二定三嘅啫。诶，原来射两边都啱喎，田泰诶高东尼啊，同埋巴杜系咯。呢场嘅步速就唔算话好快啊，头段廿五秒二四，
慢咗差唔多四线几五线。一定美麗反而差啲喎，翻到嚟啊！其實大家都你話步速慢，佢都享受到我慢步速啦，係啊。但係望空跟前係咪應該佢最佳跑法咧？同埋佢都係轉唔到腳啊，側馬拐埋一邊都係啊啲嘛。以往我印象中佢都係落住衝比較好啲嘅。我呢只馬究竟喺二班有冇表現？我成日覺得佢喺二班成日都成為熱門，但係落到三班先贏。可能今日健康快區又留住追咧，即係阿彩人個策騎指示都兩套啦，即係擺前啲啊。啊，第二名都仲要影跑啊！對於我好似個終點十下眼都好似六，好似高啲啊，但不過因為咧只四就遮住咗個反鏡啊，係啊，咁所以睇下有冇其他角度嘅相機點樣影到啦。又或者可能加州十大個頭啊，長少少咧，我哋肉眼睇係啦。我哋加州十大成日耷耷低個頭跑噶嘛。冇錯。咁啊，睇下影相，咁啊，等一等啊，第二名，睇下边只马入到 Q 啦。咁样二号，平头啊，皆大欢喜啦。二六啊，咁啊，二号再去欢喜啲喎，因为好似一冲嗰下线就六号到先噶嘛。系啦，影相就平头。霎下眼好似六高啲啊。系啦，结果就平头都好啊。哇，睇正镜加州十大嗰个头睇唔到，要睇反镜先见到啊。一个 pat pat 系咯 ，pat pat 位啊，快区迟啲，码头应该一样不过健康快区细粒啲嘅啫嘛。好啦，睇过晒啲派彩之后啦，睇过晒啲预计派彩啦，睇翻呢一个巡逻影片先。起步就一档二档撞一撞嘅，咁系咪咁咧？令到常拼常用咧，都比预期之中咧都厚咗几多。前面就星雲紫醉啦，有理無理大步均速嘅馬咧，擺前面走，咬住第二位一定美麗嘅。咁埋蘭包箱位置咧就係北極光啦，中檔位置都就係嗰只進益線，但係翻到嚟只馬唔係咁追，可能係咪有少少問題咧？要睇下個賽後報告。走外邊就加州十大啦，健康快區就跟住佢嘅，包尾常拼常用。咁啊，依場步速真係比較慢嘅，咁啊頭兩段都慢咗成八線咁多嘅，係轉彎嗰段咧就正常翻，咁啊都係屬於較慢步速賽事，始終依組快馬唔多。亦都冇咩馬話刻意咁樣大力騎上去嘅，咁啊最多線啊雖然跑輸咗喎，咁啊但係佢組團咧真係值得讚嘅，因為你見佢一隻馬咧就頂住兩隻馬出邊起三碟，一隻加咗十大，一隻健康快區，咁啊兩隻馬走失外碟咧都係因為佢嘅，咁啊就因為佢係咁攝住佢個位，唔俾你哋埋，咁啊搞到就好在今日出邊嘅場地唔差先啦，俾你頂喺出邊，咁啊蝕因為蝕埋佢哋出去。咁啊，借手又掟出啲咯，反正今日私家三啊，又唔系 A 栏咁阔，我觉得蚀位程度咧就冇 A 栏咁多嘅。咁啊，结果咧呢场就线咗出嗰几只咧都跑得唔错噶。咁入边嗰堆啊，今日北极光都叫做有翻啲接近走势嘅，话实都热身翻一场。咁啊，反而转益线啊，咁啊同埋早段又唔系好似几神秘神勇咧，就翻嚟骑落就唔系好多。咁啊，睇下赛后报告系咪验到啲咩健康问题啦。第三场赛事都复榜完毕啦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派彩啦，二搭四派165蚊，四搭六派50蚊，二搭六咧派90.5。三甲派彩胜出咗入 A 二格野半热门派18.5。二重彩啦，四号、二号顺序呢一份派441蚊，四号、六号呢一份咧就派180蚊嘅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派824蚊。四重彩四号、二号、六号、一号顺序派13102蚊啦。另外一条咧，四号、六号、二号、一号顺序呢一条10347蚊。孖宝咧都有三份嘅，正奖三号搭四号咧就派567蚊啦。另外两条安慰奖三号、二号就82.5啦，三号、二号82.5，三号、六号咧就33.5。睇埋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5秒24，第二段23秒11啦，第三段23秒36，末段23秒8，完成时间1分35秒51，慢过标准时间1秒3左右。